哦，是啊，荒谬，穿越几条。你要再穿越几条？大师，你们知道 OK 吗？大师，这样力道也可以吗？嗯，我喜欢吃重一点的力道。那我痛，好痛 ！Oh my god， 一个洞，一个洞，打一个洞，好不好？啊！立法院开张，新春发型是集结。Oh my god！ 一开始呢，我们来投个两个大的震撼弹。第一个是我今天完全就是被冲汤，因为我完全没洗头就来这边拍摄，我刚刚运动完就直接过来了。我到真的有一个味道，有一个收水味。第二，哎，不要讲话。第二个震撼弹是我们来自国外的三位设计师终于来台湾了，欢迎他们啊！欢迎他们。今天又请到这位国际大师来帮我剪头发，还记得上次小吴剪了一个栗子头吗？ Oh my god！ 哎，震撼全球哎，真的是震撼哎，大家连朴叙俊都震惊了，他吓到不敢转发。可是我到过年的时候，我都想换一个新的发型。哎，我们年前的那个预约都很满，知道，我一直花了不知道几位数万的钱来台湾。是吗？我等下跟真的跟你说，三位数，二手。我们大家讨论完之后呢，挑了一个觉得蛮帅气的，这个发型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今天小吴选择的发型是这个，噔噔，他叫做纹理头。嘿，还没有订阅我们吗？赶快来订阅，让我们一起迈向100万。看一下我们今天小吴选择的发型是这个，噔噔，他叫做纹理头。这在法国用、这个有点危险，是因为他帅气跟台跟小屁孩一线之隔。大师们看清楚，没问题，好看地方。今天我就想要变成这种头，好不好？再来是，你有发现吗？其实这种头要剪完之后，头皮会露的很多，所以他头皮健不健康就也很重要。小吴的头发是属于细软发，所以其实很容易扁掉，就是很比较油性，出油是拍。片前我都要先夹离子夹，把它夹蓬，还要把我们头发都很扁扁的。它油到这里是好一撮在粘在一起，吓到了！你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不用。你摩托车也发生这种状况，摩托车族。我先不要拿这个，我现在只要骑摩托车这边。真的，所以又有一顶常用帽子。有一句话就说，发型是男生最重要的化妆品。因为男生其实不太需要做妆。对。可是我如果头很臭，他会觉得我很受不了，就觉得说，我靠，好臭，好臭，好臭。你知道有一些女生，她会就是因为头臭，她就用香水洗发精想试图盖过。我知道。更那现在呢？我觉得她洗酸时间差不多到了。开张大吉！请上我们家庭立法院开张。大师，我来剪碎一下你的头皮。我不敢碰。我不敢碰。有三个口味，要哪一个？当然是主推这一罐呐、这个吗？小康了。现在海外已经在虎视眈眈，超爱。真的假的？男生哎、这个味道男女都 OK。今天大师就麻烦你们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办法，我们就选这个。好了，你们现在让客人指定他的香。我喜欢吃重一点的力道。那我痛，好痛啊！真的很香。大师，请问你选的这瓶就是海伦仙度丝有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这瓶呢，它是有受到那个90%的那个皮肤学专家的认证，好不好？可以有效改善你的头皮，减少你的出油，然后抑制皮屑。但是，要是我头皮屑很多的话，这瓶 OK 吗？有必要。它的道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是要把你的头皮全部抽干净。你们知道洗头会有声音，就是它摩擦头皮，他们用力到我听不到他讲话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重点是它这里面还有没有精油？很香，是不是？这小强人真的是，说他的泡泡就是这么大，泡泡蜜，好细哦，好小哦。你看这个泡泡其实很多。
看这一根。哎、欸，我帮你装。哎、欸，可以不要偷懒吗 ？Hello， 不要偷懒。我真的觉得这三位数花得很值得哎、欸。OK 吧，是二九九。一个不到100块，多。冲出来了对吧？已经洗完头了，那现在应该要给我专业那种造型师的服务吧？美发服务，美发美发棒跟毛巾给你。Oh my god！ 用哦。阿口好渴哦，怎么没有水？这里有水。Oh my god！ 哎，喜欢头的，我是开什么的？哎，左边就是发廊。哎，其实我觉得洗完它那个头发味道好香，一直闻到那个小苍兰的味道。哎，还挺舒服。哎，这边手有点酸。你以为你工作结束了吗？好刁钻的人，不就100块？因为有人去发廊是可以跟他说我在手会哪有那种快剪还付这个的？哎、欸，你们是快剪啊？放手快剪，哈哈哈哈哈！蓬度有，你看他这个蓬度哇，头发甩甩的。我主要是他的毛囊就没有卡。哎、欸，好了，你们讨论我讨论了超久，可以赶快帮剪头发吗？我们专业的从法国带回来这个，这是法国垃圾袋。他们直接把我卡住，我无法挣脱。我当地话啦，你们跟法国到底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没有关系，也是。哈哈哈哈哈。看清楚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现在就把它那个区域先挑出来，然后先剪掉。你的那个用具啊 ？OK。哈哈哈哈哈。什么东西？很白痴啊！先退吗？不痛那个吗？哎，不要垮了，不要痛了。他还是助理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他还是助理，没关系。好可怕。我知道这票筒里面有一个，好可怕、啊！这个声音很可怕，我好紧张啊！我没好紧张，我不能说出来，我不紧张，不紧张，喝个水，还喝我的水，靠腰哦！你还喝客人的？你确定要给助理替？把头或耳朵很重要，欸、还行还行，他很温柔，我头发在飞耶，你太夸张了，你别紧张，你看其实还有很多。他直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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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他的，你看设计师厉害就是这样。我那天去剪头发，然后这样就这样，然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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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这样。嗯、好多。老板的表情这样剪一，这样子吗？这样我变比较短，应该是这里要剪，要剪掉了。来啦，剪刀了，算了啦，反正顶多你就剃光剪了。哎，好丑，好丑啊！店员还是自己跑掉了，救他，救不回来。因为这个已经快掉了，对啊，哎，我变小蓝，因为这里已经开始。变窄，这一撮，对，然后他就在这是直上啊，欸欸、对啊，这样不对啊，你好屌，就这样会很，哎，没事，你剪一个斜的，你还蛮厉害的，你很厉害，哎，还这样转，还是你才是设计师，你要只是很干净，他只是觉得反正会流传，我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给他赶快下面准备抓一刘海吧。哎呦，好像还行。他说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子。等一下，那个不健康的头还是头前面毛吗？嗯，好。其实正面算是大功告成，有点像西装油头。大过年的，然后我变成这样子，蛮好看。哎，下面留言，我觉得还不要看着旁边，不要去给人家说造型起来是吧？没有，这边我们本来打算要全部剃掉，可是剃到一半之后畏惧。哎、欸，这边我觉得剪得蛮好的，这边 OK 吗？因为这边我们没有再尝试说把它再往上，对，这边就安全了。那我们决定去给人家弄，可是前面我们还是至少做个70%，要多模有样。新年这个额头要露出来，对不对？桌打麻将都赢钱，好不好？可以啦。今天就是用这个海伦仙都斯的小苍兰的口味哦，很香哦。作为一个网美，是味道很重要。味道这样出去，回头率很高，是要飘香，然后回头看你。是谁？是谁？是我本人啊，只有头有点怪，可是比较清新。清新的。如果喜欢清爽的味道，就可以用这个哦。再来是我的止痒呵护的，这个是草本的味道。如果说你头发就是有头发很容易痒的话哦，就用这个止痒的。好了，那三个让你选择了。希望大家记得分享订阅。那我们用这个表演怎么样呢？开铃铛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希望我年后头发要长回来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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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给人家修就好了。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。